企业推广棒球不遗余力，2015华南金控一球圆一梦，圆梦棒球营今年前进台南举办，号召当地7所国小的少棒球队参加，更邀请地主统一 Seven Eleven 十队的球星担任指导教练，一员小朋友们的棒球梦。事实上呢，任何运动啊都应该从根做起了，所以我们当年为什么会用一球圆一梦少棒培训工程做基调的原因呢，就是希望从小就开始培养这些少棒队。其实他们还。 有一段路要去成长，所以在从小的纪律这方面，应该是比较重的一个课程。对，在200多位小球员中，来自台南丽人国小少棒队的陈映云成为全场焦点，绑着马尾露出害羞表情，身材娇小的她心中梦想可是无限大哦。有没有最喜欢的偶像、歌手、演员？蔡依林，跟我一样。 太巧了，你最喜欢他哪一首歌？呸！你会跳吗？<笑>为什么喜欢他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他也很努力，对不对？我要成为棒球界的蔡依林。呸！呸！呸好，谢谢映云，谢谢。小小年纪，大大梦想，正是圆梦棒球营的精神主旨。推广国球就从基层做起，未来他们都会是职业舞台上耀眼的星星。 YTV 新闻张建宏、于世杰，台南采访报道。